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宁夏银川，这边有一个音乐喷泉，带大家看一下。银川这里属于回族自治区，它这里的建筑风格很多都是阿拉伯这种感觉，特别漂亮，看这个夜景多美。哇塞，看这个建筑真漂亮啊，这叫什么呀，这么大的柱子啊，这个灯光打得特别漂亮，这上面有人在跳广场舞。银川的夜景搞得挺漂亮的，这里又有一个 I love 银川的灯箱。哇塞，这边又是什么呀，像是一个时空隧道，这个灯光搞得挺魔幻的，这个一闪一闪的七彩灯光，进去感受一下穿梭时空。